很暖和了，今天。鹏鹏，你拿的是什么？辣椒油。有的人早上起来喝咖啡，有的人早上起来喝辣椒油。哦哦哦哦哦。吃饱了。哥，现在是这样的，单局两胜，赢了什么都不用干，想要什么要什么。但是如果我们输了，要给他们仓库7%的股份，赌不赌嘛？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吧。我去看看他演唱会。我也得喊常艺兴，我爱你常艺兴。常艺兴在上面，师傅你在哪里？我说我在这里。他也听不见。下次邀请无辜的小家庭都过去。可以。那你要专门弄无辜的弄个蘑菇。要不要这么明显？